now I'm in the Busan, and it's not the first time I came here. It's like third or fourth time. Actually, I didn't expect I will be Busan at this moment. I thought I will just spend my weekend in like Seoul, but it just all out of the sudden. And I booked ticket yesterday, my dormitory and the train ticket. And now I'm waiting for the night view. Take a look. Okay, now it looks like nothing special, but you guys will see. This village is really quiet, and as you can see, nobody is nearby me. It's super tired. 我刚刚看地图面积就五分钟，结果因为就是太高了，所以走好久。那个阶梯真的超级长，超级累。我的妈呀，我都快死了！我才刚吃完饭，现在居然就在做这种运动。哎，夜景来喽！噔噔。为什么？到时候不能心想事成。我们明天早上还要来沙滩上一次，所以欢迎大家收看明天早晨的沙滩特辑。明天我们要七点就起床。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，我们八点就要来沙滩了。应该整个海云台只有我们八点才在沙滩。哇，拍一拍。龙宫寺，所以是 the temple beside the sea， 是吗 ？Yeah， and today the weather is really good。哦，好累哦。重点是我觉得不管在台首尔还是在釜山，还是我就算去了安东那个小小的乡村，也都是情侣。对啊，是为什么？为什么韩国是二情侣？不是？超越，勇敢的。一组啊，有组别？对，有跟我组的。好鬼死啊！你猜不懂我勇敢。有跟他一组头。哎，结果他们不是情侣，是原来是妈妈带小孩的。我们错了，不是每一对男女都是情侣。这怎么混了？那个勇敢的人家。是他的统领人，是啊，给大家看一点，好像很哦，看不到，有没有？听说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这里的里面山上的那个山上的化妆室，山上的厕所就是很脏，是那种茅坑的，所以你当你来到龙宫寺的时候，你第一件事就是下车就是要找干净的厕所。现在真的很多人，礼拜六来这种公共景点真的不是一个 good idea。
南屿的咖啡 Nearby Sea。 这边真的很美，而且就是看到海的时候，就是看到眼前一片海，然后喝着咖啡，真的是会觉得天哪，想要搬到釜山的。其实还有一层是旅馆，然后可是现在就是都客满了，而且现在就是天气也蛮热的。可是如果天气凉点的话，其实可以在上面坐，风景会更好。可是这里也不错，因为就是直接从窗户看，超棒的，我心想。